香港的朋友加油！现在在后面跟着跳的是我们香港的朋友。香港的朋友哈，非常的配合，真的每一个人都动起来了，好像到中山公园感觉一样。嘉义的朋友在哪里？你们也请准备啊，我没有忘记你们的鸡肉饭。台中的朋友，原住民的朋友，你看他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准备了这些服装，哇，拍照拍照拍照，欢呼声一啦，谢谢台中的们，香港的朋友，谢谢你们跳得非常的好看啊，真的是很像复健操，大家也算认